主料归零焚五十克，辅料蜂蜜水枸杞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取五十克龟苓膏粉，用温水调匀，锅里水煮开，放下龟苓膏糊，小火边煮边搅拌，煮三分钟即可。稍凉，倒入器皿，结成膏子，加入蜂蜜、枸杞，一点冰水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龟苓粉与水的比例自己掌握，我也是在摸索中。如要更有嚼劲，冲调时多倒些龟苓膏粉即可，放冰箱冻一下更可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